看这个叫暗黑心理学的频道，注册仅半年就已经有50多万的订阅者，每月盈利啊最多可达$10,000，而这个趋势也被很多人嗅到，所以制作这类频道的教程类似的账号层出不穷。你或许也把这些教程都看了一遍，甚至开了一个自己的频道做了一些视频，但总不是那个味儿。辛苦半天啊，播放量也只是个位数，效果一对比更加是买家秀和卖家秀。而这样的结果啊，原因就在于大多数教程呢只分析了表面，流程看似能走通，但真正实操的技巧啊一个都没讲。而今天的视频呢，我就会详细为大家分析这类频道的特点，并真正的手把手教你复刻，让你100%还原。最关键的是，我会在过程当中时不时爆出一些关于脚本视频剪辑的小技巧，大家一定要听好哦。好，废话不多说，我们正式开始吧。为了避免有小伙伴没有看过这个频道啊，我先带大家详细的分析一下。这是他的频道首页，我们可以看到他几乎没有长视频，内容都以 shorts 为主。半年呢，已经上传了60多个 shorts， 最高的播放量达900多万。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的片段。If you stare at someone's lips during a conversation, they may think you're interested in them. 我建议大家现在可以暂停一下，去搜索一下这个频道，看几个他的视频，思考一下你觉得这个视频的特点，再和我的去对一对，看看我们想的是不是一样的。第一，他的视频时长要么是30秒，要么是1分钟，画面的节奏非常快，基本上每一秒都会切换镜头，最长的镜头啊不会超过3秒。二，画面的氛围啊非常贴合暗黑心理学这样的一个主题，并且制作的还不错。但是呢，你仔细看他这个频道的其他视频内容，实际上啊画面的重复度是非常非常高的。三，基本每一个画面都会添加动画特效或者是转场。四，单词都是以一个词一个词单独的去输出的。五，配音呢是由 AI 生成的，会加上比较有氛围感的音乐。怎么样，你看完以后是不是也有相同的感受呢？好，接下来我就为大家详细的分解每个操作的流程。第一步，生成脚本。首先啊，这个频道大部分都是讲和心理学相关的知识，其中呢暗黑心理学的内容更多，我们可以仿照这个形式去做一个频道的定位，进行选题和写脚本。这一步我们找到 ChatGPT 老师来帮忙，输入 prompt， 我现在需要运营一个短视频频道，主题是讲述暗黑心理学相关的知识，请你为我提供10个选题。我们来看一下提供的选题，我觉得都还可以的。那如果说你对暗黑心理学或者是这个领域没有那么知道，你也可以去问 ChatGPT， 让他给你一些输入。然后呢是写脚本，写脚本前啊，我们最好是给 ChatGPT 一个参考的格式。那么最好的格式就是这个频道播放量最高的那个视频，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工具获得这个视频的文本，然后下载 TXT 文件，在 ChatGPT 里再次输入 prompt， 请根据第一个选题为我提供一段200字左右的英语脚本，脚本形式可以参考这个，把刚才我们的文本复制进去。他第一次啊给我生成的脚本特别长，特别啰嗦，我觉得不行。但大家也别就此放弃， ChatGPT 呢就像我们一位可以沟通的朋友一样，只要直接告诉他你不满意的地方就好了。你看这第二次的结果是不是好很多？就这样呢，我们就完成了这个视频的一个脚本和文案。第二步，制作画面。我之前提到这个频道的画面是高度重复的，画面和主题的文字并不完全匹配，甚至可以说是不相关，而且我觉得这个画面不是用 AI 生成出来的。于是呢，我把它其中的一个画面进行截图，使用 Google 的图片搜索后发现啊，这些画面都来自于一部动漫，叫做 Monster。 我自己啊对动漫不是特别熟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部动漫，它就是有一些悬疑属性的，讲心理学、恐惧、伦理等主题。那我也不太确定这个频道是否获得了这部动漫的版权授权，但是啊，像这类的大 IP 一般来说授权的流程也是比较长的，授权费也不低，所以我的建议是大家直接使用 AI 工具去生成画面就好了，性价比会更高，也没有任何的版权问题。此外呢，这个频道它里面的画面是重复在用的，但是这也并没有影响到它的播放量。
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相对精细的去生成几个 AI 的画面，重复使用就好了。而且呢，它的画面和文字是没有什么对应关系的，所以你也不一定一定要根据每个不同的脚本去生成不同的画面，你只要这个画面去营造一种暗黑的氛围就好了。好，我让 ChatGPT 为我生成了一些参考的 Midjourney prompt，主要呢都是一些偏空镜的画面，我们直接复制到 Midjourney 中斜杠 imagine， 让它生成。注意啊，大家记得添加 AR9:16 这个指令，这样生成出来的图片呢才能是铺满整个画面的。如果你想统一风格的话呢，我建议可以再加一个 Japanese comic style 指令。好，我这里生成了很多，挑选几个你喜欢的下载就好了。除了空镜以外呢，如果你想要一些精准的人物的画面，我也为大家调试出了一个 prompt， 大家是可以直接去使用的。那这里呢就是用这个 prompt 生成的一些图片，怎么样，还满意吗？我们之前说这个视频几乎每一秒就会切换镜头，所以在这个步骤中，如果我们要做30秒的视频，我建议大家生成至少20-30张的图片。三，配音。接下来呢，我们制作视频的配音，打开 11labs， 我建议大家使用比较低沉但又有一点振奋的男声。在 create 界面选择一个模型，那我自己听下来，我觉得 Adam 这个声音比较合适，就他了。再把刚才 ChatGPT 为我们生成的文本复制进去，点击生成即可。完成后呢，我们下载这个音频。顺便我们可以去无版权网站找一个背景音乐，建议大家呢可以找一些古典比较强、节奏快的音乐，然后下载它。第四步，视频剪辑。这个频道的成功，我认为50%来源于它的选题和脚本，而另外的50%就在于它的视频剪辑。这一步非常非常重要，我也有很多的剪辑技巧分享给大家，一定要仔细看接下来的这部分。那我这次剪辑使用的是剪映，打开它我们需要做三个步骤。一，音频制作，把刚才用 11labs 生成的音频拖入，做一个加速处理。我试了下，大约 1.1 或 1.2 倍速比较合适，这样呢可以增加它的节奏感。除此以外， 11labs 句子之间的停顿啊，有时候会太长，我们也可以手动把这些停顿删除掉，让它节奏更快一些。然后呢，我们把背景音乐拖入，为了避免背景音乐太响盖过解说的声音，我建议可以稍微调轻一点，把多余的地方截掉，加淡出处理。二，画面制作，我们把刚才制作的所有图片一次性拖入轨道中，图片呢默认长度是5秒，我们可以统一向左拖动到1秒左右。接下来就是非常重要的画面动画、特效和转场了。点击图片，在右边的动画 tab 里选择一个动画，我们看原频道视频会发现它几乎都是放大缩小的动画，所以呢我们也倾向于找这类的效果。选择组合动画，我试验下来像这种带有放大缩小的动画，比如旋转缩小、抖入放大这类的都可以用。接下来呢，添加特效，选择画面特效，滑到最下面，这里有个暗黑效果，这里面的几乎都很适用，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拖动到画面就可以了。我的建议是每一个画面都至少要有一个特效，然后是转场。那原视频较常用的是闪白和闪黑的转场，但我个人认为运镜类的转场也是非常适合的，我们一样可以根据喜好在每个画面直接添加一个转场。三，字幕，点击文本智能字幕开始识别，为视频添加同期声字幕，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字幕还是一大段的在画面中的。那之前我们提到呢，原视频的字幕几乎都是以单词形式出现的，这样写的节奏更快，因此我们可以点击字幕在右边这里切割每个单词，完成后我们修改字幕的字体、颜色、大小等。好，现在我们就完成这个作品了，给大家看一下成片效果。Manipulation is everywhere, but how do you spot it? Gaslighting, making you doubt your reality. Ever felt someone's twisting the truth to confuse you? That's gaslighting. Guilt tripping, playing with your emotions. Manipulators often use guilt to influence your decisions. Excessive flattery, beware of too much praise. 怎么样？你觉得我这个视频复刻度能到多少？
原视频呢，因为直接用的动漫的画面，所以啊，里面的人物会有动画的效果。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呢，也可以在 Pika 或者是 Runway 里面去添加。好了，听完以后是不是觉得手痒痒，有点心动，想试试看了呢？那就快点去做吧！期待见到你的暗黑心理学视频哦。如果你是纯小白，想要学习更多的 AI 使用技巧，想要知道更多用 AI 可以赚钱的项目，那就千万不要错过最新上线的 AI 商业实战攻略课程。那在这个课程里呢，我会分享很多和 AI 相关的理论和实操知识，包括很多市面上没有公开过的一些 AI 赚钱项目，我会手把手啊教你复刻这些项目并赚钱。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点击下方说明栏里面的链接查看详细的课程，还有3节免费试听课，千万不要错过咯。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那就不要忘记给我点赞关注并开启小铃铛，这将鼓励我制作更多优质的视频。我是木子，带你一起用 AI 改变生活，赚被动收入。